戴好。兰花我们都知道，它的花剑抽出，然后呢拔高之后呢，等到它后期小排莲，然后大排莲，那么最终呢它就能够正常的开花。但是如果你的兰花它这个花苞啊打不开，或者是无法正常的开放，而且就算能够开花，这个花朵颜色也不鲜艳，而且还有一些伤口，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在于你的这个兰花呀感染了一种虫害。这种虫害啊，其实就叫做蓟马。蓟马的话呢，它是在这个植株的花朵里面，然后慢慢的侵蚀每一朵花瓣，会使这些花瓣的颜色呢不够艳丽，而且呢还会残缺非常多的伤口，影响这个花朵的美观。如果它还正在花苞期就感染了蓟马的话呢，这个花苞呢就无法正常的开放。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肯定就是要给它杀虫了。怎么杀虫呢？在这里的话我们有两种比较适合家庭使用的这个杀虫方法。首先第一种的话就是给它在这个盆土表面撒上一点这种颗粒型的这个杀虫剂，也就是比虫灵。比虫灵它其实也有这种颗粒型的这个内吸型的杀虫剂，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个撒一勺在这个盆土里面，就能够有效的杀灭这些虫害。基本上呢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这就是比较适合家庭使用的一个杀虫的方法，这样的话呢完全没有异味，而且也比较简单方便。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花朵上面呢给它喷施一点这种杀虫水乳剂。杀虫水乳剂的话呢，它对植株的花苞、花朵还有叶片的都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只需要在发现有这个蓟马的时候呢，对着这个花苞，然后花朵上面直接进行这个喷施就可以了，而且它是完全没有异味，比较适合在家庭直接进行杀虫的时候呢使用。所以呢，如果你的兰花的这个花苞啊无法正常的开放，或者是开放之后花朵不艳丽，那么这个罪魁祸首呢就是因为蓟马这一类的虫害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见。